你没有打火机，却能点亮我的心。你好，美女。你好。干嘛？哦，我在你们村逛了很久，找不到那个小店，能带我过去一下吗？嗯，我一个人。哦，我也一个人呢、啊。你一个人啊？嗯。那走吧。哎呦我的妈！怎么感觉越走越偏来了？你就跟我来嘛。我感觉不对劲了。进来吗？进来呀、啊！哦，我开一下灯。哎哎，走，坐一下啊！我拿个凳子给你坐一下，坐一下嘛，你坐嘛，快点过来坐一下。帅哥，哎，我想让你了解一下。嗯，怎么了解、啊？你跟我来嘛。哦。来呀、啊。上楼来。哎。你上来嘛。要、哎。进来。你在这里等我两分钟。哦哦。帅哥，哎，那你有女朋友了没有？嗯，差不多了吧。那你是怎么找到的啊？这个说了你也不相信，我们很多人呢都是这样的，因为好东西里面它也有瑕疵。如果一直抱着一个不相信的心理，那么注定你什么都学不会的。你看一下我用这个面面，点击左下角就直接可以下载了。面面里面有很多的那个单身美女，自动给你匹配同城的单身女性，聊得好就直接可以出来见面了。那我叫我表哥也下载一个试试。你叫他下载嘛，多跟那些女孩子聊天，也会学到很多的技术的。嗯。哎。吃点饭。哎，吃饭不吃了，你带我去买一下泡面就可以了。这里没有商店。不用那么麻烦，真的。这里没有商店，我家里面刚好还有一点饭，你吃嘛。哎呀，这个你太客气了嘛。你坐下来吃。哎呀，真的太感谢你了。嗯。那我一个人吃，你我吃了，我吃了。哎呦，这个我就不客气了。嗯，吃嘛，多吃一点。好好好，谢谢，太感谢你了。你家就你一个人吗？我家有八个人。八个人去了，对，哇，那么多人，真的。那怎么没看到叔叔阿姨呢？爸爸妈妈出去做事情去了。出去做事啊？对。那你一个人在家？嗯，爷爷奶奶也在家。爷爷奶奶也在家。嗯。那他们出去了吗？妹妹也在县城打工去了。啊，妹妹打工去了，对吧？对。你在家里面陪爷爷奶奶？哎，是的。哇，这个你太孝顺了，这个。没办法，得有人煮饭给他们吃嘛。那你多大了今年？我32岁。32岁。小孩几个了？没有小孩，我还是一个人呢。还是一个人呢？对。你开玩笑吧？真的，我真的是一个人。那怎么回事？不出嫁？想找一个人跟我一起来这边跟我一起生活，不好找。原来你想找上门的。
我操！我操！哎，美女，吃好饭了，那我就回去了，谢谢你了啊，真的，谢谢你招待我了，感谢了。你要回去了吗？是啊，我要回去了。不然留下来吗？这个不好意思的，你一个女孩子家，我怎么那个好意思呢啊？你去哪里？我找个地方住吧。那你要不然就别走了嘛。哎、这个不行了，不行了，好了，真的感谢你了，真的很感谢你。你这个门开一下，开一下啊，这样我还有事情的啊。有时间我再过来看你吧、啊、你什么时候来看我呀？我看到雨季嘛，啊，下雨天我过来。下雨天才能来是吗？嗯，我、哦、这天气好，我有事情做啊。嗯、啊、那你等我一下吧。你干嘛呢？那我拿这个送给你，留个纪念吧。哎，那么贵重的东西我不拿可以了。你这拿呢？你拿了留个纪念嘛。哎，这个你，是我们自己做的。你做的？嗯。那我也没东西送给你了。没关系。那行吧，那这样吧，那感谢你，我收了啊。